弟弟在抽奖，不知道可以抽到什么奖品。你看不懂啊，里面没有写藏奖品的东西。好，那你去找姐姐换礼物。A。来，你也抽一个。好 ，A。A。哇，恭喜弟弟得到一个资料夹。B 是什么？这边直走到底是什么？姐姐，你获得的是 B 奖。B 奖的话是贴纸一张。贴纸有两个，你选。我贴纸还是两个？哎呦！好，谢谢，拜拜。